一起努力，一起勇敢，我们要一直一直一直的在一起。连续两个礼拜连续旷课三天，课都不去上，继续这样下去怎么上了大学啊？看我打你就会正常一点，来吧！啊！哎，哈哈，没打到，哎，上去，上去，帮我挡一下。
屁股要第一名啊！他超帅的，我们富富人小学妹子都会投票他。我们是铁鱼粉。拉萨，怎么想都是于西固比较好吧？长得帅又聪明，一定可以考上国立大学。于西固，哎、欸，你没有被人家抱在一起、欸？有没有看？你真的不在意哦？他们是这样抱哎、欸！哦，跟你们讲、哦，不是这样，他们是先这样抱，再这样抱。西固，是，好浪漫哦！哎、欸，真不在乎哦。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要讲清楚。放学后面见。今天道个歉有那么难吗？我没有错，为什么要道歉？老师拜托你。Yes， 就要等这个机会，对不对？毁掉我所有的努力。放过你，不要再整我了，好不好？我一直以为我是在同情他，但不是这个样子。每次只要一想到他那个凸凸的颧骨、长长的睫毛、嫩嫩的嘴唇，好想要。你有事吗？苏某，苏某，你喜欢男生，你跟我讲，喜欢男生跟女生差在哪里？男生女生一样都是人，喜欢的感觉应该都是一样的啊。谈恋爱最重要的就是真心，勇往直前，不顾一切，奋不顾身的那种真心。你有想跟我在一起谈过恋爱吗？没有啊，你是第一个。那你跟我谈什么爱情？交过三个男朋友，每一个我都全心全意爱他们，但最后我换来什么？吴志刚，马上给我下车！啊！但我不是他们，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我的身体告诉我，我就是要你。加快了。我的爱情前辈跟我说，喜欢一个人就要观察他，了解他，掌握他，投其所好，然后不过于。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了解，我喜欢你。有了你的每一天，美好的，真可以拥有一切。不要到时候自己后悔。我不会。等你上大学之后，我一定会把你跟爸爸妈一起吃掉。拍手！耶！耶！冷静一点。好，我们今天来了这个，今天晚上即将要跟大家这个全新推出的一出这个网络上大家期待很久的戏，嗯，要怎么说这部戏呢 ？BL 剧，是偶像青春校园，青春校园。但是我们刚刚可以从一些画面当中的铺陈知道，这部戏已经有进化。我们想不到在预告片就看到了这么多激烈的动作片。我们在想这出戏到最后一集的时候，应该不需要服装师了。没有啦，不好意思。好，我们是优质的戏，我们就算没有服装师，也会有棉被的部分。有，那个美术组，美术组对。好，今天哎，这部戏的名字叫做那一天啊、哦，只有你知道，他们都不知道。一二三，那一天。好，你知道通常一群人出来的时候就很好 Q。对，那今天晚上哎几点钟要上架？九点。我记得很清楚哎、欸嗯。那你会跟大家一起看吗，宋伟恩？当然会啊，当然会啊。哦，时间都铺好了，会开直播吗？九点会播第一集，九点半会上第二集。哎、嗯，等一下，人家麦都那个你没有拿着是怎么了？我不会瘪啊，然后什么不会瘪？不然，小五你帮他，帮他比啦，不是我好啦，哎、欸，根本都不甘愿，好啦，哎、欸，不能不甘愿，站起来，站起来，脱啊，脱，这样子，脱掉会不会比较好？没有啊，脱啦，只要别卖啊，别卖，别卖，别卖，慢一点，他有八块肌耶。哦、真的吗？真的啊！有吗？你等一下帮我们算一下啦。你最好是沒。哎、欸，别卖就别卖，那边传什么气啊？宋永恩，你按什么按？大声吗？导播对不起。你刚跟导播对不起啊，但是你跟现场大家说谢谢。因为我有点紧张，心跳加快了。
喜欢一个人就是要确定哦，真的真的心跳被加快。好，我想不到，哎，这是我们第一次看人家就是没有先六块肌，然后先臀肌的部分。臀肌嘛，我有腰窝哎。哦，有腰窝吗？所以我们有要看吗？没有啦。哦，好，你都自己乱介绍，我都还说我们。哎，等一下，这个不用藏吗？哎，帮他藏一下。哦。就我们通常会塞在前面。就大概一个位置。哦，腰窝，看到腰窝了，嗨，腰窝你好。嘉哥，好了，那我现在有点紧张。等一下，不要说下来，你要很有礼貌。要说谢谢。对，要说谢谢。要亲一个。不是，不要，你太激烈了，不要这样。对，先说谢谢就好了。谢谢。不客气。哎，这样不对不对，你刚刚戏里面有脱下巴说谢谢。哦，懂懂。靠近一点。这有在 round down 上面。没有，我们今天没有 round down 啊。今天 round down。哎，太远了，太远了，太远！哎，不好意思，那个镜头紧一点，紧一点。哎，等一下，等一下，慢一点，慢一点，导播还没弄好。帮我带情感哦，谢谢。麦掉了。啊，麦掉了，谁麦掉了？你把他麦弄掉，你先帮他把。我自己掉。快点，你先帮他把麦弄好。我们今天别麦会别到节目的结束，因为他别好之后，他麦就会掉了，他就会再别麦。这里可以吗？这样会太近吗？你讲的话。一二三，你都亲到麦了。对，塞好，塞好，塞进去。太近了，对啊。塞这边。这里的，你们两个可以再温柔一点，没有？那个我们这边还有人，对，你好吗？放在录，对不起，等一下，等一下，这个真的是临时。什么叫临时？意外，他被卖掉了。哦，他卖了，你干嘛一直摸他裤子？等一下，他这样在外面这样可以吗？他可以，你就可以就可以。嗯，你就可以就可以。那这样声音可以吗？你要先说谢谢。谢谢。麻烦你，这样要帮你脱我。好。谢谢你。好，好，好。谢谢你。客气，好像还好，还好对不对？还好，对啊，这样不对。近了，我跟你讲，不是啊，你们两个示范一下，你们示范一下，对对，示范一下。先看一下示范，对对。谢谢你，不客气。好好好，不能输。什么？我还要是不是？不是还要，是你们刚刚没有完成。对。你们刚刚那一段是脏画面，现在才是要用来用的。你刚才在彩排，对不对？谢谢你。好了啦。也没完没了。不会啊，不会、啊。哎，你们在拍戏的时候有这样经常用这种方式彼此道谢吗？哎，有哦。有啊。你好有礼貌哦。真的哦，那一阵子，哎，这样拍戏一共相处了多久啊？大家？哇，四个月吧。四个月。都应该相处出真感情了吧？我想。好，哎，当然了。对啊，你拍戏那么认真。这是什么意思？没有 get 到。没有 get 到。终于还是我们有获胜的时候。好，哎，我们大家还没有跟那个线上的朋友打招呼。你知道为什么前面就是整个就是拖这么长？就是因为你们知道的，今天晚上要播。我们一句话都不能问，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今天晚上有戏要播，但我们不能跟你说我们要演什么，所以我们只好自己在这演一个小时，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刚刚看了那个五分钟的片花之后，就是把它延长成六十分钟，大概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解，懂吗？懂吗？懂吗？可以吗？所以你可以一直麦可以一直掉，然后君子就可以一直接。对对对。那你们如果觉得说，哎呀都没有戏都没有戏，就扯掉对方的麦，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别麦的安安大明星。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好了，大家第一次来，然后希望线上的大家满意我们今天提供的服务。接下来就是剧中的演员要跟大家一一的打招呼，请导播 take 给他们一个最满的脸。哎，对，直接等一下，哎，你们自我介绍的时候就两两一组，不要各自了。哦哦。你们从今天晚上开始，在粉丝的心里头就是不能分开。哎，导播不好意思，这是脏画面，不用带我，谢谢。直接那个什么，导播知道好。知道，不好意思，导播知道。没有没有没有，我在主持，通常在主持这样的那个节目内容的时候，我自己会知道说这一整集我都不会有画面，就是一个空中出来的声音，大家这样。希望你们有时候不小心就是，导播真不用带我，拜托你，这样粉丝会不开心，就直接这样。迷之音在外面。不不不不，没关系没关系，我的声音是一个旁白的概念。哦。对对，大家这样，今天很荣幸可以为四位担任旁白的工作，希望你们今天在安安大明星里面，谢谢，你看我好开心，我有一只手，哎，我有一只手一直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已然满足。好，
接下来就是你们要跟大家很慎重的介绍，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就是介绍一下自己本身嘛，因为很多都是新同学，然后也介绍一下剧中的那个名字，好不好？那后头我们再来聊聊戏里面的一些故事还有自己的背景。好，来。Hello 大家好。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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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了，来，我们要一起，不是不是一起，等一下，我来，这直接十指紧扣以后，好，就这样，好，开始给我介绍，哎，不是，这样他们没有看到，拉起来，拉起来，靠近，好好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宋伟恩，他是黄俊智。好，来，等一下重来，那你要说 Hello， 大家好，他是宋伟恩，我是黄俊智，就是我们要每个人都要讲到话，不能只讲自己的名字，我们。节目比较冗长，好流程比较多，慢按、就重来。我当也是当画面，好好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宋伟恩。他是宋伟恩，饰演向豪庭。对，他是黄俊智，饰演学霸于熙固。所以他是你马子的意思？还不能讲啦。啊，刚戏演成这样不能讲，你有事吗？我们下达什么都不能讲，反正就是今晚一定要看见。我们今天是一个 CP， 我们不能用这种就是太粗鄙的字眼。他是你爱人，爱人，戏里的小爱人，我的梦想。我个人看到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进化，就是最萌身高差在第三段的时候的这一集就出现了。以前就大家都长得差不多一样高，你真的差太多了。是我们的问题。不好意思，我们跟你道歉，就是帮你选了一个。君子身高可以说吗？会介意？你有一七六？我真的有，我没有。不是，不是啊！哎，我跟你道歉，因为宋伟恩太高了，所以你就你会让我觉得就是大概就是跟我们一样没有170的这种感觉。我想我是自负身，就是我的身高，所以也是。你一定要这样羞辱我吗？那我只是小的都了了。168，好，那你开心了吗？好，哎，那你几公分？不是，我们床那边有一个声音，那个我怎样？什么？声波响，我几公分？187啊！他先说18，187。啊，不好意思。十八的部分，就是十八的部分，我就问他不准，要问，要问你妈妈吧。哦，对，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主持节目的时候一定要冷静，然后保持一个优质的状态，好不好？你们两个可以尽可能就是在一些礼仪教化的那个范围里面，就是互动，没有没有，不需要收敛。我觉得他太多收敛，没有，他第一次直播他很容易紧张。第一次直播，上面首映会的时候我也是一直这样子，你真的很像在摸一只马尔济斯哎。哈士奇在摸马尔济斯，就是这是你们在戏里面某一种那个就是阳光犬男这种所谓这样的设定。哦，哈士奇本人就是这样啊，你本人，我本人就是这样。那你本人跟哈士奇比较相像的地方是毛发，暖毛发，哪里毛发？你是看过我多少毛发？温暖啦！你们的艺人一直歪掉，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他们已经讨论到看到多少毛发的部分，那你看过多少毛发？看过头发。我在问黄俊智，因为我知道宋伟恩身材很好，在这里面就算要怎么样，一定是由宋伟恩来做一个对啊裸体担当的部分。裸体担当不敢说，这个就看了就知道了。可是我看那个本身应该也蛮厉害的吧？哦，他身材其实也很好。汉元其实身材也是。你说那个卖豆浆的吗？对的，他除了出入在豆浆店之外，他还有一个 很多场景的戏是，对啊，是他们两个，我都还没有拍。而且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啊，不用放，不用放，不用，就一直到节目最后，然后他们想看到，所以请你们放他们，不好意思，这样可以。好，那放你喜欢放的地方，这样会尴尬吗？不过我这样刚好可以靠在这里。好了好了，我们要表示一个相亲相爱嘛，这戏就这样，从今天开播以后，你们就有十集吗？二十集，所以一个礼拜两集，对，所以会播两个月，播到12月18号，所以到年底跨年之前，你们手都不能放开，黏住了，大概是这种概念，这样子，这样戏的点击率才会高，这样懂吗？所以今天只是一个暖身，结束的时候，你再互相测试一下对方到底有多少手汗留在您的掌心，我已经有感受到，感觉会滴下来。
你们已经说到一些就是状态，我们不知道怎么接下去。我们就是完结片的时候再来上一次《安安大明星》，然后就看到我们手汗已经啪啪啪整个狂飙。我是怕你们红到没有时间来上《安安大明星》。怎么可能？绝对会再来。宋文，你说的。没有，我说的不准啊。我觉得我是想说，嗯，那等一下就是把这句话，不是我们把设在我们的赖公告啊，就是你们宋伟恩，然后宋伟恩就天天看我给你的赖公告，我说不准的、啊、这样子。好，哎、欸，我们不能冷落他们，不好意思、欸，冷落你们，对啊，然后你们自己也玩的差不多要走了，哎、欸，帮他们叫车。嗯，会啦，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好好，两位，那个是汉元跟伟成，对，对不对？好，先介绍一下，等一下他们十指紧扣，那你们两个想怎样？我们，哦，要十指紧扣，就你们自己决定。20指，然后层层就这样子。好好，那就20，现在20指好了，他们都说话了。20指就这样，就两手都不会这样，会这样。哦，感觉是在慰问，还好，他在问，我觉得，嗯，你们选这个蛮好笑的，我觉得还不错。嗯，哎，先赶快跟大家，他是伟成，然后饰演的是孙伯祥，就是你的戏里的男朋友，对，哎，就是我很喜欢的爱人，然后他等于是改变了我的下半身，不是下半下半身，对对对，下半身。哎，下半身，对，就是我，因为遇到他的改变很多，这样。下半辈子，被，就是那个棉被只有一半。为什么？下半辈子，我懂，我下半辈子。奇怪，我以前讲不出这样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哎，接下来。我懂为什么，因为是伟恩的。对对对，都是因为伟恩啊。伟恩在这个部分就是一直是一个领袖人物，他在戏里面就是只要想到任何歪掉的东西，一定是他带起的。其实是他。你不要客气了，你是练家，是我啦，都知道。然后介绍一下我的另外一半，他叫汉元，张汉元，然后在里面饰演的是卢志刚，志刚哥，帅帅帅，听你，可以放掉了，被发现，你不行啊，你要学学人家，人家刚刚介绍的时候多么的自然，介绍一下我的另外一半，对啊，对啊，我介绍一下我的另外一半，于西固，追了，哦，真的，追了蛮久，很久，哦，戏里面就是你追。对啊，你的名字叫向豪廷，豪廷，豪，这个意思吗？我觉得这部戏的名字又提供给我们很多美妙的想象空间，想象空间啊，但是都有点难念。向豪廷，于西固，然后已经有网络上大家已经开始在为你们就是设定一个就是专属的名字，嗯，这边叫做香菇 CP， 然后你们是竹笋鸡。这整出戏适合初一十五的时候拿出来，大家在吃素的过程当中一边好好的欣赏。人生拍了这样的一部戏，其实是一个算是对演自己的演出生涯来说，其实是很奇妙的一个缘分。因为你们也就这样突然跟同性这么靠近，其实对不对？然后这过程当中为了剧本，然后大家可以这样全力的投入。其实在看到一些你们对那个新闻报道的过程当中。在那个看到剧本的当下，其实还是蛮惊悚的吧？那俊智一直在点头。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是跟他一起看，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接触了这样。啊，有接触的哪个部分的？不好意思，在学校有接触。学校用教室里面有接触、在教室。对，因为我们修同一堂课。哦，是一个共修一堂课的意思。戏外，而且还在戏外、就是。所以你们在戏外也会有一些。就是他们两个在戏外也有一些交集，这是我们目前得到的一些消息。在戏里面有很多的交集，在戏的外面想那么多啊，你很听话哎，哇塞，好，不好意思，我一直在尝试抓好今天的 tempo， 但宋仁一直会破坏我的 tempo。我跟宋仁有点熟，所以就有点很难控制他的 tempo。哦、你知道他是那种科班出身的，所以他其实本人也蛮 drama 的这样子。很好啦，我觉得伟恩在演戏的时候就是因为认真，所以也会带、等一下，等一下，重来，因为刚刚镜头不是带你们，重来一次。无聊，超无聊，再用。不会，这个意思就是他把它关起来，他把它打开。你们的人生被你开启了。喜欢就好。
好，不好意思，我们太多空白，这样也不太对。哎，俊智在这次戏里面人生第一次演戏，但你是科班的学生，不是，不算科班，但在这样的专科学校里面，可以这样说吗？ 对，我是在艺术大学里面的，所以学校也是有戏剧科，但我是学设计的，学设计的，就是我是做陶瓷的，做陶瓷。对，就是这种陶瓷。懂，所以你会帮我们做下一批安大明星的杯子吗？可以跟我合作。哦，可以跟你合作，可以跟我洽谈。我们很荣幸的今天有一个设计师直接跟我们谈到生意的部分。今天有一个案子，今天四杯水而已，你可以，你是我的。哦，为什么我没有杯子？因为我们故意的啊。喝我的。通常这样子就是粉丝要满足他必须看到你也喝了那杯水，不好意思，对。然后他喝这边的时候，对对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叫你们现场做一些我们比较觉得太直接的动作，但这种间接的我们可以接受。嗯，我喝，哦，敬你。敬什么？我觉得我真的手汗已经开始一直那个渗出来。你懂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准备多余的水，所以你有汗的时候就直接滴到这里。对，那你们就是自己挤一下好不好？对，自己自足的概念。水还够吗？够了。演戏的时候，这次得到最大的收获可能是什么？因为你算人生第一次接触戏剧，对，真实的进入这个领域当中，完成了一部作品。那戏份应该也是蛮吃重的，所以过程里面应该得到很多自己人生当中不太与以往的那种经验，对不对？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部戏带给你最大的感动或者是最大的收获。因为这部戏其实很多，就它毕竟是校园主题，那我们是围绕着青春啊，跟一些青涩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自己进入剧组也是就算是我的第一次，所以其实也是充满了很多那种紧张啊，然后就是手心冒汗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跟就是戏里面的感觉是很相符的，就很像自己真实的进入到了另外一个状态，就是那种紧张的状态。然后学习到很多是，就是我很喜欢看大家表演这样，然后我就会在旁边想说，自己到底少了一些什么，或者是说，为什么平常讲话的时候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在演戏的时候可能又会忘记了哪一些地方，就这是我觉得很新鲜的地方。那你这样整个人就是略显清瘦，是为了戏去特意做出来的身形，还是你本来就真的是这么瘦的一个人？其实我本身就是蛮瘦的。真的，你吃不胖，就刚刚好符合了预期。所以你也没有肌肉的这个部分。没有，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放我们检查一下。我早看过了，你要不要很骄傲嘞？主持人要有礼貌，没有可以这样说。所以你真的都吃不胖哦？对啊，从小到现在吗？那就是你的真实的体重是多少？55。你也太令人羡慕了吧你！55，宋文，你的体重是78。哇，应该变80了啦。不会啦，就是为了要练那个自己的身材。对啊。所以你们在戏里面的一些前进啊，或是散步的方式，就是他骑在你的肩膀上，是一个比较多的。比较多。而是真的有还假的啦？看了就知道啦。我真的觉得我今天乱讲。他们两个在互动的时候呢，我真的有一种无法言说的、不知怎么解释的甜蜜感。就你有点太多，他比较刚好，而且他做的蛮令人感动。那两个是今天我觉得相当称职的我们的好朋友，就你们在讲话，他们两个都没有戏。我怕挡到你耶。不要，不会啊，镜头都在那里，今天没有要拍我，所以挡我没有关系。导播今天就觉得我在这里就是略显让他有点碍事，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好，那讲完这个，我想你在戏里面是一个怎样的学生啊？你们都是学生嘛，对不对？原本设定一开始设定是风云人物，那个老板跟你讲，对啊，不好意思，那有一个老板，三个学生哦，一个老板三个，他10年前是学生啊，还好啊，不好意思，射出了我的一把气，一把，好了，快点讲一下你们这故事，其实目前看到那个走向是有点感人，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莫名的温度要爆开来的。我刚刚有偷偷问了一下我的想象，被得到肯定的答案，所以我想我这一切应该是对的。小心啊，应该是对的。我是，因为我刚刚只有听到你们的谈话。真的哦，好，不说，不要问我。小心爆雷啊！就是向豪庭，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嘛，很挺的一个人。
这个是啦，对啦。我说站很挺啊，不行吗？抬头挺胸是为人的应该正一个很正确的身形。对，好，但是他的行为都不挺，就是他是蛮多一些违背师长啊。哦，比较小叛逆。对，小叛逆，但他很挺兄弟。所以这就有很挺。哦，所以这个挺的部分是挺一个义气的概念。对，然后挺豪迈有义气，就是叫豪挺。对，豪迈又挺，像就是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手动，就是为了兄弟，就是对的事情就是义无反顾冲，像刚刚那个真的很冲，就是不出卖任何自己的自尊心啊。就是爱面子啦。其实是啊。对啊对啊，跟你本人蛮像的。其实所以演起来很值得期待宋伟恩本色演出的概念。没有啦，就是在个性上那些某个层面是蛮像我的，不要再那个纠结了。好，另外两位同学就是这次先介绍一下自己那个戏里的人设，还有你们两个互动的故事是从怎么样开始的。你觉得就学长嘛，他是学长。没有啦，其实不是。我们老校友。哦，人高就是我讲这种话。老校友是真的戏外是老校友？没有没有没有。哦，老校友跟老司机其实是同一个，没有程度，同一个程度。没有老司机的部分，不好意思。在里面，孙伯祥吗？哦，伯祥。对，我是孙伯祥。然后伯祥他、就是，我相信在播出之后，你名字不久就会在比较一些就暗黑的版面上一定会歪掉。你有想到绰号吗？不好说，不好意思，我们是一个优质的节目。孙什么祥？就是不是孙博什么这样子。哦，我是没想到，就跟他是一个同一的类别的。哦，你知道吗？不懂。不好说，不好说。哎，继续继续，不能打断。那孙伯祥在里面，他就是算是向豪庭的跟班。跟班可以说兄弟啦，是兄弟，就是什么事情都会跟着他，然后很多事情啊我都会向他讨教。哦，是还是我们的我跟另外几个兄弟的老大哥这样。我、这样讲好像可以是黑道的感觉。反正他们现在演绎的是属于圈套延续过来的。其实有一点连结的感觉。啊、对对对，很好很好。我有什么问题也会跟他讨论，算是一个圈套的前导版这样子，就是这四个还没前传，前传，前传。哦，我们是倒着拍哦，懂懂懂，了解。乱讲不是啦。我们今天怎么讲都对啊。好，那继续去伟成。然后就是在追爱的路途中，然后我们两个都遇到很多问题，然后互相挑战，要蛮多挑战。他都是直球对决，就是很冲，很冲。刚才片花就直接，可是看片花里面在爱的这件事情上，你比较凶啊。因为你是老司机，不是因为我受过伤，然后我其实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下一段恋情，这时候他又出现，然后他的攻势又非常猛烈，就是太猛烈，猛到就是我开始觉得，哎，我会被动摇，但是又好像要忍住，又动摇。你们两个现在太生疏，不好意思，我们感受不到猛烈的部分。其实有啊，我从他脚上，从头到尾是靠在我身上。不是，我们到现在还牵嘴，那可不可以放？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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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搭着就好。好，但太累了，手汗出来了。手整个都是手汗啊，你摸摸看。我没有要摸你们，互摸就好了。我今天做什么事情就是比较紧张，你不要这样害我。你可以放开，然后搭肩膀就好啦，擦擦手汗嘛。好，哎，不好意思。忙他们的，你们。然后，因为他的猛烈就衬托出一个受伤过的老男人的，没有到老，没有到老了。你在他的眼里一点都不老，他是这个意思。这样，对啊，所以其实我们这边的剧情会蛮起承转合蛮多的。哦，真的有啊？没有，我们这边就没有起承转合。对啊，什么意思？不是我们，我们这边会莫名对决。不是啊，就是。不是说你们无聊，对，不是无聊意思的。哦，好好好好。对啊，所以就是如果看到最后，大家各自把你们的片子剪开，其实也没关系，就是他们爱看哪一段就是。不行，一堆连结好不好？连结了，那技术要蛮好。他也是我弟弟。哦，是哦，你在你们之间还有一些关联，你跟他，然后那个我，都有一些纠葛。哦，懂。是父母是不在的，对啊，然后我就是一直是一个防备性比较重的人，就一个人在过生活的，然后又很努力的在生活，然后遇到了志刚哥，然后志刚哥就给了我很多生活上的协助跟心灵上的那种，他就会蛮容易给他吃，有感觉上，他那个伟成的整个造型在这里面算是就是比较
凸显个人特色的，就只有一个唯一的平头。然后刚刚在讲到这些，平头后面是有一个 V 的。哦，真的吗？对，像特斯拉的，现在在戏里面有。哦，戏里面，戏里面有点像一个关机键。哦，那等一下可以帮我们录一下 V 斗的那个就是介绍，因为我们是 V 斗，也是。哦，没有看，不好意思，扯远了。我们今天要继续介绍的是这部戏的部分。好，来，那个我刚刚看的俊智，然后在我的旁边，其实你有一种很奇妙的个人的那种气质，然后会让人家就是很，就是很不能不去关心的感觉，这样。我有。你没有不是啦，我是说，所以你在戏里面是这样跟他之间有这种互动的部分。今天晚上第一集你们会怎么登场？孟伟恩，你一定知道，你不能不说，你不要这样，我们今天什么都不能说了，你还在连第一集要播什么都不想说。看公关第一集哎，你搬一个椅子在后面好了，好不好？你知道庙啊，有时候到最后面还是有个正殿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今天什么事情都要看这边的时候。好了，第一集我们当初其实自己看的时候是大家都吓到了，想说哇塞，这个跟比我们在看剧本的时候还要再扑通扑通扑通的。嗯，我觉得导演真的很厉害，然后整个团队都非常厉害，真的。我觉得整个团队对我们来说都是前辈，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有啦工作人员。伟恩是在算这里面就是演出经验比较多的，然后再来就是汉元嘛，对不对？那另外两位真的就是新加入的，不会，你们的感觉会是大家喜欢的，我相信在戏里戏外啊，这个后面应该都还大有可为。我跟你讲，大家明年金钟奖之前，这边就可能有人会来，在哦，真的吗？提前受访，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有机会。哦，有哎、欸，有哎、欸，所以你们最近有演其他的，就还在拍摄其他的作品，对不对？就是这一部啊。哦，你说他们两个哦？对啊。哇，你好谦虚哦，你没有说你哎。没有，因为我们会入围，然后他会拿奖。对。他应该是拍他的化妆有化。啊，好，就是今天啊，来到这里。好玩，好好。也还好，过得去。我今天其实特别为了你们，然后就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衣服。哎。就是希望你们今天。而且很多泡泡哎、欸，就是粉红的泡泡，那个是星星的，是泡泡。好，泡。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互动的游戏，然后那个你们在戏里面的感觉跟概念，就是都很多某些层面上有一种那个爱你在心口难开的那种小情节，对不对？不论是这两个激烈派的，或者这种青春校园恋情，所以我们今天想说让你们。哇塞，刚哥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吗？刚哥现在以一个第三人影评的身份要来跟我们讲这里面属于不清纯的片段，很麻烦一下汉元新小故的，对，会腰折断，没有，不要说闪到腰，闪到腰，他是拍戏的过程有闪到腰，不要那么激烈，我们刚刚在看吃棒棒糖的那一段已经被你吓坏了，那一段没有闪到腰。还没哦，真的吗？你这么冷 Q 哎、欸，你整个就直接扑在马尔基斯的身上。对啊，好厉害的哈士奇。哈士奇还是会闪到腰的、啊。哈士奇也有一个闪到，就是最猛。哎、欸，你们两个有电箱吗？没有。就这样都来真的哦。真的啊、电箱你说身高？就是不是就是你要拍某些镜头的时候，想说要让你们比较不要那么辛苦，镜头也不会辛苦。像他就是，你看你们的 size 就不一样。比方说在同样的 size。可能俊智就不见了哦，怎么这么矮啦？还好啦，不是那个意思，不是矮啦，我也没有多高，怎么好意思？168怎么可以跟176的人说你矮呢？真176，对啊对啊。天哪，汉元哥连你都，你都这样子想到，那我就没有什么。哎，我们有各发一张纸啦，谢谢。要做什么？要玩那个啊，剪刀石头布的游戏。然后嘞？没有啦，我们其实就是想要。你们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能说，但是又要带给大家关于这部戏的一些就是小小的比较属于温暖跟浪漫的部分，所以希望你们现在借由人在这里但是心在戏里的概念，然后写一个戏中角色对彼此之间一段算是真情告白。好，对彼此，对彼此哦，就是你不要写说我要告诉孙伯祥什么什么，就没有这一种，没有这一段，就是你的对象就一定是对方。他们在正比提出的时候，麻烦你们也可以出一点声音，因为这样子就是
大家会以为网络坏掉。这个写完之后，你还是要念啊、哎？要一定要念出来，所以最好写一些自己念得出来的内容，好，不要为难自己，因为我很怕有些什么了，发生什么事。写一段饶舌之类的。在哪里？请问要看哪一个部分？有节奏还标吗？哦，真的吗？是谁抖内？我觉得我们这样太为难我们了。他们以抖内的方式要求什么抖内啊？我也不知道，最近就是只要就是像这种，就是你们就是会牵动人家，就是浪漫心情。想看香菇 CP 亲额头，你都念出来了，我都不知道。我不是说我们没有看留言吗？先写，我先写完好不好？让你想想要怎么，也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吧？你好激动，看往那边看，看这个还是那个？导演，这个吗？这个说没关系啊，那个说不用，不用理他。你说什么？留在剧里看，剧里剧外都有不一样的状态。我觉得你应该像是受访、欸、因为今天我们太多机会都是要访问我们来自于 LINE TV 的朋友。下次请帮他准备一个高脚椅在我们的后面。要签那个戏里的名字哦。好。哎，戏里面你们会互写什么情书吗？老板。老板。对啊，你是老板啊。你卖豆浆还有空写情书？是不会，可是我觉得我在戏里面会常常会。很像一个我自己，我们两个讨论，他说我像一个爱情博士，就是会讲很唠叨，就可能只知道拒绝，但是我会讲非常长的一段话。他不会只给你答案，对，就是他永远会给你很多分析这样子，可能分享我的故事啊，或是分享我朋友的故事啊，或是讲一些引经据典的话来拒绝。学旧学旧这样子。那你的豆浆店的豆浆都自己做的，还是中央厨房？就有加盟的，自己做的、啊。我们是有机的，哦、还有机的、嗯。所以你在拍完戏之后，你自己本身有开个豆浆店吗？为什么你在笑？小心。嗯，我没有说什么，就是他们听得懂就好。哦，好。对对，好了。所以你是因为去买豆浆才跟老板认识的？不是哎、欸，设定应该是学校附近的吧？就学校附近的豆浆店，其他的点这样子。嗯、那你们今天晚上还没播出来吗？都还没播出来吗？片花都已经出现了。先生，今天才播第一集，什么都还没有播出来。哦。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尽可能在问一些可能要播的内容，但你们也没有要说的。那你跟那个可以说吧？那个他们相遇的地点可以吗？可以说啦。对，是国父纪念馆吗？其实我们是在中正纪念堂那边，就是超阅兵的时候，没有。然后跟他是在那边练武。对 对, 對，练武没有，是在健身。乱讲，快点讲真的啦。在健身房看见志刚哥这样子。等一下，在健身房的哪里出狱？在健身房就是换衣服。不是，在那个你不要讲做器材的地方。做器材啊，所以。所以他们在健身房的淋浴间，没有淋浴间，他讲错了。是讲错的部分。是他在做器材的，写好了是不是？写好了。你写很多哎，你等一下是念不完。我也写了。好，那等一下就是我们要向对方告白，然后因为这还是有互相的问题嘛，所以我们要大概就是要有一个这个顺序上面的，那我们要猜拳。猜拳就猜，要猜赢的先讲还是猜输的先讲？猜输的吧。他们来主要猜输的，所以你们两个等一下猜输的人要先向对方告白，那你们这边就猜赢的要先向对方告白。那我们今天的猜拳的部分就比较没有什么创意，就是剪刀石头布这样而已。好，来，大家等等，但是我们要用嘴巴来。剪刀石头布，你说念出来吗？啊，等一下你说亲着，然后在里面剪刀布啊，宋伟恩呢总是会给我们惊喜。他说他们等一下用亲着的方式在里面念出来，不是吧？没有啦。那这个部分就容许我们就是在做加码那个邀约的时候再请你来表演。好的，大家等一下，我们剪刀石头布就是用嘴巴做三个动作，好不好？剪刀就是闭嘴，大家先一起练习一下，来剪刀。剪刀石闭嘴。对，所以等一下你们的猜拳，我们就会在旁边喊剪刀石头布，然后你们就像这样就是剪刀对剪刀这种概念，这样了解吗？然后布的部分就是张嘴，这样子可以吗？牙齿的部分都可以吗？可以。好啊，好，来一起先来剪刀石头是什么？还没有，先讲布啊。先讲布。没有个对啊，剪刀是什么？布啊，对对对。好，接下来镜头请把我就是不要拍到，请拍四位就好了。
然后拍完之后麻烦请给一个这样扫过去的那个主镜头的画面，石头是这样的。不要，你要不要拍？可以拍 Q 一下，不可以。我觉得这样比较特写嘛，宋伟安，你不想要上班了吗？啊，好，三二一之后，我们就剪刀石头布，然后你们就一起出石头，哦，这样他们就知道石头怎么出了，好吧？来，剪刀石头布，哦，这是石头，你不要对着我，对错边了，啊，你对，这是石头。小石头，大石头，鹅卵石，大理石，大理石，花岗岩，伟大，不是吗？超难，你们不能输啊！金瓜石，金瓜石，金太难了，金瓜，哎，你们两个没有出石头来剪刀石头，石头，哦，那就大家这样，这样可以吗？好，这样都会了吗？会。那我们现在假设来练习一下，我就随便讲，不。啊啊，对对对对，剪刀，嗯，好，那等一下就是彼此之间要进行猜拳的部分，哦，啊，猜拳的时候就是两两看着对方，嗯，注视，我们这样看好看满，好，哦，看最深，看到可以看到自己，这个时候照镜子，豆浆店的老板，啊，你就可以准备啊，嗯，哦，真做得很好，聪明，不好意思。那我们三二一之后一起做这个动作，然后那个这位可爱的孙同学，你就弹剪刀石头布，好，然后他们就开始猜拳，好，一二三，剪刀，怎么啦？不是要剪刀石头布？我们有一个起手式啊，起手式就是要靠近啊，然后孙国祥就会喊剪刀石头布，然后你们两个就开始猜拳啊，然后我跟豆浆店老板就负责。朋友，你是头发，应该是不用，应该是不用我们帮忙。不会不会，我们还是需要帮忙。他们自己喜欢演一些内心戏，啊，我们比较赤裸一点。我懂，对对对，没办法。Hello， 开始吗？开始吗？没有，我们在等你们啦，啊。好，对对，剪刀还没啦，又不是叫你喊，你不能喊啊，哦，你这样喊就有嘴型的那个，然后金波强你来哦，不要抵抗啦，不能抵抗。哇，真是一个硬劲的男孩。石头布，平手了，平手了。哎，欸，等一下，你们刚刚平手的那个部分可以让他们就是截图吗？可以，好了，截图石头。不要只推了，没有啦，我手在做一些动作。我觉得你今天这个直播完之后，你会暴增大量的粉丝。不会不会不会，他们应该没有，还好还好，我是担心你们公司会打电话给我。对不对？好，我们要认真拆到石头之后来。我想来给你，给各位朋友截到图，靠近一点，没有，还没截到啦。那你们靠到一个最近，都不能碰到对方哦，但只能最近哦。三，靠近一点，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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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一点。哎，你很棒，你很棒，很棒。好，来，好，来，来，来，开拳了，剪，哎，我想不想来？剪刀石头布，哎，很会。剪刀石头布。欸，剪刀石头布，欸，怎么会？为什么啊？来啊，剪刀石头布，好，欸，哦，我输了，哎，欸，是我输了，他是剪刀，石头，石头，我赢了，对啊，那你赢了，你要先讲啊，上班都看错地方，那个办公室都坐错位置，这样你是背起来了，哦，差不多。哎呦，好好好，那你不要看。那你要那个啊，哎，欸，等一下，就是拨拨头发，长发。哦，好。然后刚有人抖内，抖内，就是叫你清刘海。哦，好了，清刘海。对对对，啊，没有清额头，我们要清刘海而已。清刘海哦。出鱼。鱼？为什么？鱼啊，鱼西裤。哦，戏里面你就叫它鱼哦 ，fish。没有，就叫鱼西裤了。这个是我们私底下的叫的。嗯。啊，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那一天。全世界属于你。怎么突然调味？嗯。哦，清流还行。拍戏没有人放这样子啊，导播就是抓不到是不是？对啊，抓不到。刘海啊，人到刘海哦。
没有到额头，只有到刘海的部分了。但你是刘海吗？那你已经到头顶了、欸。对对对，刘海刘海，你停一下啦。啊，哎、欸，可以吗？那个博翔，你觉得可以吗？你来喊一下，你觉得？你在问博翔啊？没有叫你，怎样就叫你听博翔的指令。我觉得，哦，这样很不错，这样这样还可以，就对了。啊，老板，你要满意吗？老板？不知道哎、欸，感觉要少一点什么？少一点东西。可以啊，可以啊，过过过过过过，我是觉得蛮浪漫的啦。我也觉得蛮浪漫的。卷子，像啊 ，elephant， 啊、oh, ，elephant， 哦、oh, ，所以你们是大象跟鱼的爱情故事？对啊，各种动物。它跟飞鸟和鱼哦。Oh,比较近一点，一个在陆地，一个鸟在天上，就比较哈士奇跟、哦、哈士奇，所以你们是一个哈士奇嘛，哈马恋，哈马恋的一个概念，哈马 CP， 哎、欸，他要告白，你认真一点。像，一直以来你都对我很好，虽然有时候你很烦，又很爱欺负我、嗯，但是那一天认识你，很幸运。讲完了，你要收伞、啊，你要亲额头啊！又是我亲啊！不然他亲你哦、喔，又是我亲啊！不然呢？那你可以亲鼻头，他亲你就是亲鼻头，你亲他就是亲额头。那你们是亲亲黑头，黑头粉丝的部分吗？我真的觉得他是很好笑，我真的觉得他本人他很模仿哦，真的哪个部分？随便 cue 他。歌手吗？還是不会，我都是模仿，就是身边的人。他很不会模仿我们每个人的小动作。好、啊，那等一下，就是你们先想要怎么亲，然后我们先请那个伟成，就是先模仿他们各自之间的那个对对方告。借你念，借你念，然后你先、啊、你先假装你是宋伟恩念给那个俊子。好难哦、欸，不会模仿，这超难。我只会模仿宋伟恩教我们导师的时候。哦、那你说你说来，他就是会到底这边就是好不好？嗯，这边不知道过不过得去，但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然后他会把大家叫过来，然后他会很详细的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这样子。真的，再长一点，再长一点，默再长一点，对吧？嗯，好，就哦，志刚哥好了，志刚哥有很常做一个动作，就是每次在快要 action 的时候，然后志刚哥会很常突然有一个这样，就比如说大家很入戏，然后他突然，OK 好。不是我，因为这大家比较看不到。哦，这是他，这是我们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你说你们两个在对戏，那不是很解吗？你这是不会，还是蛮可爱的。哦，你喜欢这个部分？一开始觉得吓、哦、一跳，后来觉得蛮可爱。哦，是这样子。我会先拉他的手，然后我会拉近一点。哦，是为什么？汉元会就是要放松，要放松。那你可以现场有一个原版的那个action 一下啦。你怎么突然间不说话了？我想要折个爱心给他。好，你忙，不好意思， okay, 我打扰你。谢谢。但我现在觉得好像蛮对他对不起，因为他在哭戏的时候，真的吗？哎、好，然后我也是一样，就不管他在这边，我就好，我可以了，那我再哭。好了，啊，你就在那边，就是，然后、啊、眼泪有被他逼回去，这样整个收起来这样子。然后真的，你们两个拍戏的时候，就是互相会 diss 对方。会啊，而且他很奇怪，他很喜欢哎，是这样，他很喜欢就是打招呼，不是拍手什么，他喜欢拍我屁股，一开始会吓到的。哦，你说那个熟了以后就开始就这样，那种奇怪的东西。你不要用讲的，我们就是想要重回现场。啊、哦，就可不可能在喝水什么的？哦，可是很 man 啦，就是这种哎，然后超他明明超慢的。哦、你说我是抚摸的吗？等一下，我懂。汉元，你现在在指我在工作是变态，对不对？对对对，你先站起来，就是他先示范一下你对他的动作，然后你再坐回来。对，我可能在看剧本，我觉得。我示范还是你示范？是那个他，那个他要演你，对对对对。所以我要看剧本，你要看剧本，然后你要演他。对啊，你只要过来拿个东西，然后就是哎，志刚哥来了，他就一定要。志刚哥来了，
哪有那么煽情啊？自己觉得自己太奇怪了，他会不会袭胸什么的？对对对，欸，你爱心折好了没？还没有，不会折。好了好了，就送给对方一个那个可爱的那个，这张要好好留起来哦，喔。就是今天在节目里面有了爱心，我感觉到了。有，你暖男呢，欸？真的啊，什么都没看到，就什么都感觉到了，欸。感觉到是。那你们两个就用一些比较诙谐的方式来互相暗告白一下。好。可是你们心里是很深情的，对不对？我们蛮虐心的，我们的情绪都很极端。你们接下来互相的告白就是彼此看着对方，嗯，然后同步念出你们要讲的话。同步？对啊，这么酷！拜托你们要演出这段叫做《琴瑟和鸣》。我这人告诉我，可是我。你们自己要先包装好，哦，就是谁先一句，就是这是一个。就谁先？我先哦。认真一点，认真，正面，精彩的要上。谢谢你，博翔。志刚哥，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今天给了我勇气，一样可以很温暖。等你下班吗？在未来，我们一起加油，好吗？太远，太远，对对对对对。哦，导播觉得你们做的还不错。你没有，你有那个讨论过？没有没有没有。你们这样子，哦，你们这样子要靠近一点，靠近，哦，近可能，就是。这样吗？对对对。好久没有那么近。这样这样。好。谢谢你，国祥。志刚哥，谢谢你。我今天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一样可以。给了我勇气，等你下班吗？很温暖，嗯，在未来我们一起加油，好吗？你这样对看就很有戏耶，哦，对，我们就属于比较，对啊，都是这样子的戏。哎，欸，你真的是动作派的，你没有一点点没有输，没有输，就是大家在不同的那个领域里面胜出这样子。他们毕竟是卖豆浆的，所以。他比较懂内心戏，对啊，而且就是血气方刚，你没有动作，我们也不习惯。哦，对啊，你就把它当篮球嘛，有时候就是篮球刚好这个颜色。对对对啊，就是概念上来说，就是一个这样的那种。灌他，灌有有有有有，好啦，灌你啦，你就是。他们好激烈，哎，来不及玩游戏了怎么办？怎么办？现在几分了？是啊，来不及吗？不会不会，一人那个一个桶子抽一支，快点。哦，很快很快，可以，谢谢，抽三支哦。对啊，我看了，哦，你看，可以看，全部都抽完了。我们到底要是直接看吗？对啊，就看啊，我看一下，只是今天制作人提醒你，怎么撕那么快？哇，是要公布出来的，哦？对啊，对啊，贴起来啊！你这三张要拼成一个故事啊，是你等一下要做的事情哎，欸。哦，对啊，我们就是走一个，就是很急速要完成这个。路线，好，你把它拿起来，对不对？好，宋文，等一下要做的这个那个现场的演技呢，要做的事情是，你是一个在学校出了名会跳舞的帅气学长，在校园阴暗的小角落，要对你身旁的人撒娇三十秒。证明一下，证明一下。好，然后他的身旁不能有其他人，只能有你，所以对，然后这前面的这些重点就是。太冗长，你只要对他打到三十秒就可以了。因为这两个演完，我们都八点了，你们戏都要播了，我们就看戏就好。对对对，好，现在进入撒娇三十秒的部分。好，我们在旁边就是啊，拿走拿走拿走，然后我们在旁边就是撒娇撒娇撒娇，好幼稚哦，这学校都这样子嘛？对啊，差不多这样。好，来来，准备一二三四，撒娇。嗯，干嘛？嗯，你干嘛？好凶哦！嗯，好，好，天哪！好，这个是，我这是什么？撒娇，哈士奇，我不知道，还没三十秒，还没三十秒，对啊，三十秒。对啊，我们要撒娇三十秒。
刚刚大概只有五秒而已。一部犬戏《阳光男孩》充满着戏剧内容的精彩好戏。那我要把你抱起来。好哎、欸。好啊。嗯。这是撒娇。哇、嗯！吓、哦哦哦、到我了。好。好好好好好。翘克朵教官正在放烟火的操场上，爱唱歌的爱唱歌剧的学霸，你抽到的是那个，同样都是一些就是奇怪的那个对内容，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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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先让他们先吧，不是不是太难演了，其实我们只要演，我就对你身边的人撒娇三十秒，这样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些都没有关系，抽个仪式而已。对对对，没有没有，那不是仪式，那就是一个状态的过程。我三张都是撒娇哎，哦对，是不是？真的是本节目最内行的来宾了，请大家注意要锁定。对对对对，好，那接下来就换你撒娇三十秒。对对对，我把它算一下。我们出去玩了。一，走了。我让我帮你按摩。哎呦，开始很认真的、啊，开始很认真。对啊，今天哪里要加强？像这么剪？好了、啊，你不要生气了。我们出去玩了、啊，抱一下。不要。那不然我抱你好了。但我没办法把你抱起来。公主抱，公主抱，公主抱。抱一下。一样。哦呀！去了。很好，不要。好，班长上来讲笑话。讲笑话就擅长了。好好，我有个笑话。哦，好，讲给他。那你知道，浊水溪跟曾文溪告白，为什么没有成功吗？不知道。因为他们不适合。哒哒哒，那我们就来这里热身。可以可以，不错。还好还好，对。我很想跟这个老爷。没关系没关系，坐好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再拿椅子，太远了。什么意思？啊，坐过来。啊，转面。对，这样。坐这里就好，坐这里啦。坐这里。对啊，不然呢？节目快结束了。可是有一个小状况。怎么了？会怎样？没办法坐。因为我好想尿尿。你想要尿尿吗？哦，好好好好，那不然你先去尿尿，再回来那个。他去尿完回来直播，他们两个不会不会，我也想尿哎。那你等一下，你不可以啦，换你的，换你。我也很想尿。你等一下，好，你先去，你先去。等我一下，我先尿。对啊对啊，哎，老板老板，你抽到什么？我的蛮可爱的，有娃娃有娃娃音的校园小混混。在后门的垃圾场跟另外哦跳大棒的，对，那你呢？五十五个都很嗨的健身教练，在人超多的学校合作社，谁想的？他好厉害，对对对，就他有娃娃音的校园小混混，对你就是有娃娃音的校园小混混，然后你就是一个无时无刻，那你无时无刻都很嗨的健身教练。那我们直接两个人对，然后你们再一起跳舞，一起跳舞，就这样，你们就这样演了，好玩，好，对呀，好想，好想演你的混混，你们没有没有像西门太狂，有有有，好啦，对对啦，你是有娃娃音的那个小混混，你是嗨咖那个健身教练，然后你们要跳舞，好，要浪漫，浪漫，那我去邀请你跳舞，然后你再健身，对，要娃娃音，好，好。哎，你跟他 action 一下，你也是那个科班的，对。来，现在准备。路上，五、四、三、哦，啊，这。哎，加钢片。啊，加钢片。卖加钢片的啦。你刚才讲话呢？啊。我可以看电影好无啦？不要，你先做一组啦。好好好，来来来，我们这边吼，来 keep it low， 来来来来 ，keep it low， 来那个还有滑音多一点哦，来继续 action。哎，来用力，哎，教练太重，是你声音用力点，哎，
我要 man 一点的声音。好，来 keep up keep up 那个孙博，你靠近一点，靠近一点，身体靠近一点，对，身体靠近一点。来 keep up 还在录哦，还在录哦，快点。卖做贼啊！来，快点收掉。我赶紧，我咖喱跳舞啊，跳舞。好，跳舞，跳跳舞，跳进来舞。好看，看看，好了。我相信经过今天的节目，哎、欸，他回来了，你看，一个完成一泡尿的时间完成了，这样精神。一只。好，那我先。他都尿完了，就不用椅子啊。他刚刚是因为，好。哎、欸，你那个椅子刚好坏掉，你把椅子放好。我没洗手。好烂的，好烂的梗，真的是学校的。狗狗遇到别的狗狗的尿，就会再继续尿。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坐好，你坐好，坐好，节目要结束了啦。对啊，对。你现在是要练书法？要坐好。哎，今晚上就要播了。镜头看不到，这里可以啊，这里可以啊，没有啦，就侧坐就好了啦，侧坐，你这样跨坐也快。哦，跟他挤一张椅子好了，不用买椅子，就是啊，好，来，那今晚推荐一下，今天晚上就要上架。我们已经玩一个多小时，多久了？也还好，就是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而且还给他一泡尿的时间。好，跟大家推荐一下，快快，今天晚上，好，你讲最急吗？最急，没错。今天是10月16号，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那晚上9点的时候 ，LINE TV 的那一天就会首播了，我们自己都很期待，所以希望大家在晚上9点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准时锁定。你等一下收工就要飙去看。对，对。哎、欸，他真的很像在约你哎。我们会一起看啊。没有是啊，对，我那个就是那一种约啦，就那个约他，就在约他，不好说。好，哎，那边是一眼的，哎，不是因为还没有开播哦，可是我今天在看哎，因为可是还没有开播，对，什么啦？好，已经晚上演了啦，就是大家我没有接到他们的球，不会，你不需要接到啊，你就他会喂你球。我在片场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融入不了他们，因为他们都一群高中生。可是我觉得你在那里面就好和谐哦，就是你的那个不，你的好像看起来不融入，其实是你们两个相处最迷人的状态，其实这样蛮好的。然后这两个有另外一种就是黏TT的浪漫。都也蛮好的，那你们那边就是那个人热情如火，然后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那种，大概是这种概念，这样是不是？好，那今天晚上自己的那个戏好好推荐一下。那你用娃娃音吗？用正常音就好，用正常音就可以了。对。今天晚上呢，在9点就要首播，然后我想要推荐一下，就是我们有很多很细腻的东西，会在剧情中会一一的呈现给大家。而且很多是我们费尽心思，还有密导，就是大家一起努力出来的，所以希望你们一个一个把彩蛋挖出来，一起在9点一起看。换你啊，走一起看，差不多了，推荐一下。OK， 我要走了，因为我要去看。对，你们还在那边耗时间的话，我没有办法。推荐一下，太迫不及待了，推荐一下，太快了，是冷静。我觉得里面有太多很精彩的画面。然后我自己，因为我比较可惜的是那天首映我没有跟到，对，但是有偷看一些初剪啊什么的，我都。你们是没跟到吗？自己没有初剪，会很脸红心跳这样子，然后大家一定要看，谢谢。中间是伞还是香菇？香菇，下面是象跟鱼。我安排。不会，我决定把这张送给粉丝，你签个名吧。假的有什么关系？我们什么东西不能送？来，你们各自都画一张那个，哎，你就把这张完成，那个把自己的那个像跟什么鱼菇用红包香菇啊，你要写菇，你要签这里啊，你是要写鱼？没关系啊，那你那张就写像跟菇啊，然后签你的名字，然后你也要在像那边签你的名字。啊，你们也跟着，哎，你们是芦笋，所以你们要画一个芦笋的部分。芦笋怎么画？哎，我不知道，你是本来芦笋，对，哎，还有白纸啊，画错了就可以重画就好。试试看，对，不用画这张吗？不，那你干嘛？我想要画一条龙还是什么？画一条一些比较简单的。哦，好，画一只皮卡丘啊，可以。
真的香菇比较好滑，对，画头散，对啊，他们的芦笋真的有点辛苦。今晚上就有这个好看的那个新的剧要推出，我相信其实这部戏从那个完成啊，跟你各自，尤其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其实也跟大家透露说，哦，自己在正在一部戏剧里面，然后完成啊，大家也都很期待。然后今天中真的要跟大家见面，哎，认真话，认真话，我再帮你拖时间，对对对，很期待，真的很期待哈。我们今天第一次要送给人家那个纸条，哎。真的，你真的会送吗？真的会送啊！我们在密切注意一下那个安大明星，那个我们会请我们那个制作人啊，还有我们有小编，他们会公布那个游戏的方法，跟着你们的戏，好不好？就看精彩的时候，一张一张的送，这样可以吗？这是我们的独家。第一次有人送纸条，如果真的有人要，他就是真心铁粉。嗯，纸条。像墨宝一样的珍贵，对啊，有一天他会真耶，真的啊，而且这是他们各自，这张是那个俊智画的，这张是韦恩画的，好吧，我们通通都会送。那两张画芦笋，他好认真哦，哇，他芦笋画完，我相信你们都要开播了呢，对对对，忘记芦笋了，没关系啊，就是你心中芦笋是什么就是什么，然后要写戏里面那个芦跟笋。对啊，就是芦跟笋嘛，是这个意思。那你这象跟鱼，哦天哪，那他们还能写芦笋跟芦笋，对，还是写刚刚不好，不不行不行不行，刚跟不可以，就是芦跟笋，对对对。好啦，那个一边写的时候，那个汉元也跟大家再次的那个，请他们紧点。哎，我们一个礼拜是会有两集上的，周。三跟周就周三九点跟九点二十跟哦，你们就这么逼人，然后让他等一个礼拜。对，贵单位真的是很会做这种部分的心灵绑架。好的，每周三会上架两集，然后你们就看完两集之后就心痒痒的再等两集，大概是这种。对，你们两个认真一点，赶快写完。那就是你们在节目结束之前要把它亮出来，然后才会知道那是你们的真机。他果真画出了一个芦笋，好啦，恭喜你。新戏上档，欢迎你加入那个演戏的行列。然后有空就是大家可以常来玩。然后豆浆店老板正在磨豆浆，有点忙，而且他在做芦笋口味的豆浆。我穿了好几天学校的制服。哦，真的？你说在戏里面吗？没有啦。你说从人生此刻到现在吗？见到你的时候。我们先不要讲历史，就等到你得奖的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再重新再从头到后面，好不好？好的。好了，快点亮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你们送给大家这张是那个汉元画的，这是孙伯祥，哦，是伯祥画的，哦，对，他是伟成，对对对，然后这是汉元，对对对对，好，这四张我们都会送给大家，对，哎，你们有签自己的名字吗？有，各自的都有，有，哦，哎，等一下，这张是谁画的？他画的，哦，好好好。然后那个画那个好，就是拿着你们自己画的这张那个小纸片，这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然后也预祝他们这个点击爆表，然后希望你们的戏推出之后也广受到大家的讨论跟好评，这是一个充满温度的爱的故事，很有爱，真的，我相信就大家现在很多的讨论当中，因为埋了太多的悬念，你们就慢慢猜吧，反正今天晚上开始一集一集为大家拨开这个故事最内心要跟你们分享的属于爱的温度。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哦，安大明星，祝你们，谢谢，点击爆表，记得来拿我们的小礼物哦，只有我们这里才有哦。好，还有什么要说的？到那个歌拉完多，晚上九点钟，晚上不散，礼拜三晚上九点，你们都会开直播嘛？大家可以去跟你们玩，可以炒一盘香菇，然后配着看，香菇配芦笋，香菇配芦笋，对，好好好，来初一十五欢迎大家，这个每天自己拿香菇，是不是这样讲？谢谢你们来，谢谢。三年级了，这么散漫，一天到晚就只知道玩，但还是要毕业啊！不是，这个叫 freedom， 自由意志。freedom， 为了兄弟，为了我们友谊，我们必须多了解他。如果我要考前三志愿，有个国立大学男很正常吧？所以是于西瓜抢李志远，还是李志远要抢西瓜？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要讲清楚。